这个色儿大部分都是老货，没毛病。这支瓶没毛病，得卖到3000往上，因为这是道光的，清中期的，不是若星晚期的，这边是老线啊，七毛没有，搞不出啊。这个怎样？哎，你怎么又跑出去了？没做什么，筷子多，筷子多。我把吃的面条我吃完了，天丁地凉啊！今天拿过来，我那国外市场我刚来，我上那干什么？对，那我买上买不上，最起码还能对有看着，能看着点。对，捞东西不少，他这摊上，嗯。那洗多少钱了？哪一个？2000。这是香炉，大香炉，看好了。其实要是洗着比这还能上架了，但是里头它没石油，咱就不敢说洗的。世上有的就是洗的，大洗。像钵似的，是吧？对，钵式炉嘛，这种叫吗？啊，钵式炉，对。屁股。我天。这个香炉，它那得三个爪的那玩意儿，那对有三个爪就叫炉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但是这三个爪也是装饰爪，对对。但不是说那种山竹炉那种的，指着它支着，对对。要指着支着的，后面明代的炉，比如说就三个炉，就是支腿儿，对对支腿儿，对对。对就支起来架起来了呗，对不？对对对对。你也听。还有红的那个罐儿瓶，那个是吧？嗯，那罐儿瓶不错，那个。罐儿瓶。嗯。那个可以玩啊。那个可以玩，我这一说的。是是是是。因为在我这买东西，最起码说，你看刚才那个买我那啥那个，我都跟他唠的明明白白。嗯。人老爷子说了，这东西说就两种，一个是道光做这种东西，然后一个就是民国做，但是这个肯定不是那个，肯定是清代的。嗯。但是老爷。那个气红的罐儿瓶真是不错呀，650。过一会儿再说吧，再逛下个摊儿，对不对？人家是相当于地区性的专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地区性专家，温东村的学生。温东村对，看温东村那就一眼字儿，一眼活。温东村的学生。啊，温东村的学生啊。粮食书法家协会，温东村学生，我认识好几个呢。他妈的，那人大佬了，老了。温东村的学生啊，他手里就温东村的字儿老了啊啊啊！就是辽阳地区，我知道是吧？他是收藏温东村温老的字画字儿是最多的啊啊，全是真品，全带他上款的。对，嗯，我俺们厂呢还有个同事呢，也是温东村的学生。嗯。他是他妈开过书法班的，那都叫学的啊。他学的，他学的就是王廷锋。王廷锋学谁？学于右印的。右印的，对。哎，于右印，你跟于右印的是一脉相承的。啊、哎，所以他学的就是于右印的。所以看王廷锋的字儿，哎，对，那就一眼活。也是草书。就这个风格。啊、对。草圣，民国的草圣啊，于右印嘛，民国的考试院的院长。辛亥革命的元老右印，他是给蒋介石什么溜达完事儿啊，又饿呀。上广告室这个旁边我吃斋饭的，10块钱随便吃，你别说还挺好，这饭菜挺香的。广安市场回来了，饿了吃了点斋饭，10块钱随便吃，挺好。哎，回家睡觉了。哎。